为什么会这么脆这么好吃？平平无奇，做饭小天才。但是我灰熊，灰熊，灰熊的盼望，马上就要看到猴山了。疫情结束，大家该往出去。虽然安出来是个怕人担心，我靠外口的空气不安心。我今天驾驶我出去，和朋友驾驶我出去拍拍照。假什么出去吃海底捞，假什么出去旅行，今年只有经历到种个代志，才会知影。其实本身正常个生活，永远是一种，很值得感激，很值得珍惜的代志，也不是讲话。好了，我希望明天一觉醒来就能听到疫情解除的好消息。好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